日前某天下午，记者在首都机场巧遇与一朝男共同抵京的贾静雯。当天，贾静雯身穿一件白色羽绒服，里面还套一件皮草连帽大衣，下身则穿一条灰色豹纹紧身裤，脚踩皮靴，似乎十分怕冷。走路间更不时用舌头舔牙，表情狰狞，可能是吃飞机餐吃塞牙，显得十分不雅。走出舱口后，素颜头发未整的贾静雯便戴起一顶黑色鸭舌帽遮脸，边走边与身边演技潮男热聊，显得十分轻松。可能是过于轻松，又不担心被路人认出，贾静雯不仅一路弯腰驼背，没有精神的样子。郑维斯，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大鹏。